这颗螺丝松开，把这颗螺丝松开，松开以后把这个塑料件这样子取下来，这样子取下来，取下来以后就这样子把它装回去，拿个新的把这个装回去，装上去以后，这个要朝这个方向，朝这个方向以后把螺丝固定紧。螺丝固定紧以后，滑动一下，是否会滑过去？滑动是否顺畅？拆卸这根杆子，先把这颗螺丝撞下来，这整根杆子给它撞下来，这根杆子先给它撞下来，撞下来以后，把这颗螺丝卸掉，把这个螺母给它取出来，螺母取下以后，先把这颗螺杆先把它撞到这里面，这样撞进去3到4牙以后。把这个螺母塞到这里面，然后把这根螺杆搞到调节到这里，然后把那个螺丝装进去，这样子把这个螺丝打进去，基本上打到底。然后调节这根螺杆，达到这里的锁紧状态就可以了。